各位长官、贵宾，韩院长即将抵达我们的现场，并请就座。各位长官、贵宾，韩院长已抵达我们现场，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敬请长官贵宾入席，谢谢。各位亲爱的长官贵宾，欢迎莅临立法院第十一届台日交流联谊会的主题大会。在大会的一开始，请容我先为各位介绍今日台上的与会贵宾。首先，让我们欢迎立法院韩国瑜院长，欢迎韩院长。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王金平荣誉会长，也是我们立法院前院长。让我们欢迎外交部田中光次长，欢迎。接着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片山和之大使，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陈志任副秘书长，欢迎。再来让我们介绍本会的副会长及其他与会的委员贵宾。本会的副会长由各党派各推派一名出任。首先，让我们欢迎国民党洪孟楷委员，欢迎洪委员。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民进党邱毅莹委员，欢迎邱委员。谢谢，谢谢我们尊敬的王院长，我们外交部田次长、片山大使、副席秘书长。还有本会台日交流协会三位副会长，还有江副院长，各位委员，各位新闻界好朋友，我们今天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自己的永远立法院长，我们大家的王金平院长回娘家，好不好？第一个，他当院长的时候，说实在，我们都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立法委员，他可以说看着我们长大的。第二，他把台日国会联谊会的严格历史的传承所做的贡献，以及台日国会议员的重要性如数家珍一样讲了一遍，否则很多新进的台日关系协会的会员未必能够了解自己肩膀上所负的使命，以及未来对于台日之间的发展交流是多么的重要。王金平王院长一点出来之后，就像仙人指路一样，我们知道每一个国会议员、每个立法委员将来应该要做什么，心里会更清楚。所以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王院长给我们的打造。谢谢外交部前次长、片山大使、陈副秘书长、三位副会长、和会江副院长、各位委员、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其实台日之间呢，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有三种层次的交往，一个是嘴对嘴，一个是嘴对心，另外一个最高层次是心对心。其实台日之间，就像我跟片山大使第一次见面一样，感觉看到双胞胎一样，非常的亲。哇，这都是绝顶聪明发型的，就很自然。我们所交往的日本朋友也一样，很严肃，很庄严，不苟言笑。三杯 sake 下去以后啊，你就发现每个日本小孩的心中，每个日本人呢、啊、心中这个活泼的小孩子就跳出来，很自然，也很幽默，然后大家来水乳交融。所以我们台日关系协会啊，各位立法委员大家都知道，我们跟日本国会议员来往，第三者心对心就可以，真诚流露，自然而然，人际关系处理好了，很多刚刚王金平院长所指示的，不管是教育、文化、科技各方面，自然而然能够很顺利的开展。那片山大使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参加立法委员这么少，我特别跟片山大使报告一下，
我们立法院跟美国国会议员交往有72位立法委报名，那台日目前是71位。所以我想看好莱坞电影啊，要看卡斯，哈里逊福特演完那个法规骑兵之后啊，只要哈里逊福特一打出来，所有他的电影我们都跑去买电影票。这个卡斯啊是非常坚强，我们三位副会长代表三位不同的政党，副院长也亲自参与，所以跟佩珊大使报告，立法院对于日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视，敬请放心。而且刚刚王院长一指示以后啊，我相信未来报名的人数啊会越来越多，三个党团干部啊回去要加强一下，联络一下，尽量把它冲破100位，好吧？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这是4月3号花莲的地震，也谢谢日本方面各界的好朋友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地震。事实上，台日之间遇到天灾人祸，多年来我们都是互相真诚的帮助。那展望未来，我们有好多事情要来持续的推动。这里佩珊大使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也请跟日本政府相关单位来回报。我们未来在休会期间，我相信对日本的这些访问团一定开始陆续展开。我们希望像下星期一也有日本国会的议员要来到访，我们也都会真诚的接待。再说一句，我们每一位立法委员在跟日本所有的交往之中，我们就掌握真诚，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很多很多的工作一定会在真诚的基础上顺利的推动。那也再一次祝福我们王院长身体健康、平安、吉祥。那也在座所有的贵宾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也希望台日交流协会所有的会务能够越来越顺畅。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院长的支持。后面我往你们右边移动，再往右边移动，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一步，再一步，再多一点，往我们右边移动。好 ，OK，OK，OK。好，大家看我这里哦，看这边哦。好，手低一点，手低一点。来，先看我这里哦，来，1、2、3。晶晶，你比个赞。我不用赞赞吗？我们请长官委员比个赞，跟我们的媒体朋友比个赞。前面那台可以放下你的相机吗？前面那台低一点啊。我想再问谢谢。好，谢谢，谢谢各位长官，随便一起人进去就好，进去就够。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